真的需要大量的练习、哦，对，变成这种传球的哦，有机会 muscle memory。许哲彦这个时候呢，敲出了同一师这场比赛团队的第一支安打，也中断了开赛同一师八上八下的一个进攻。甘汉奇出手时间走了，这个时候呢，传向二垒传太高，许哲彦跑出了今年球季个人的第四次盗垒成功，这个时候来到得点圈，满球数。这球打进了场内二垒方向的滚地球，二垒手弄了一下，赶快传上一垒，还来得及。哇，有惊无险啊！二垒手赶快传上一垒，还是抓到了这个半局的第三个出局数，让同时这个半局的攻势留下了残垒，双方依旧是0-0。